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水米。今天同欢喜来同大家分享，有氧国标舞。在分享之前呢，我先介绍我的两位助教。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谢祥毅老师，好，右手边是我们的彭玉玲老师。好，运通黑对健康最后的方法，在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来暖身。现在我来带大家来开始暖身。好，首先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头先往前弯，一、二、三、四，往后，五、六、七、八，然后呢，再往左，二、二、三、四、五、六，重复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左，二、三、四、五、六，回正。慢慢的再将头来往左边绕一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右转，三、四、五、六、七、八，向左，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右，二、三、四、五、六、七、八，回正。再来，我们来动肩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两边一起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我们来转动我们的肩膀，我们从左边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往前转，左边开始，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两边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三、四、五、六，非常好。现在请把脚张开，与肩膀同宽。好，再来，我们来做推胸的动作。好，先把胸往前移动，一、二、三、四，往后，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接下来我们将两手举起，然后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来，手放下，好好，这个暖身哈，非常的重要。那运动之前呢，一定要来暖身。好，那他作为是身体的动作，也来做，臀部动作，好，来做一边，好，来开始臀部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加快一次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哎，给不会暖身，就都要的喂。接下来，俺就搞太高来跳，我们的有氧国标舞喽。好，接下来呢，俺要来学的是踢勾扭转步。好，踢勾扭转步呢，张开式，俺先跳。好，膝头溜溜的弯。好，先并蹲，然后退后。好，two three 往后退。好，
然后再做一个扭转，先往右边扭扭扭，好，也就是好，我那胸皱片，好，胸皱片了，胸下宽一多哦，气头先溜溜完 ，two three， 好，胸皱片，扭扭扭，好，你为什要记得，哎，那脚掌一定要微微的离开地板，好，你的脚掌不用都停来下。规则个，阿勒扭么扭唔停通哈，所以阿勒脚掌啊略略的提起来，左右好扭扭扭 ，OK， 好，那一下开始哦，再来改多，阿勒膝头微微的松曲 ，two three， 然后向左扭扭扭，好，再来开一只动作嘿，咒术卡起来，好，重量放左边 ，two three three， 好。two 周片 ，three 都右片，好，一样扭扭扭，扭扭扭，好，弯右片 ，two， 好 ，three， 好，一样扭扭扭 ，OK， 好，一下再来改多，从前面那块是并退，扭扭扭，再来。左手举起 ，two， three， 好，重心放在右边，手搬在头部，然后呢，再来一个 four and one， 好，扭扭扭 four and one， 再来换右边 ，two， 好，这是右手举起，重量放在右边 ，three 的时候呢。我们的重量回到左边，再来扭扭扭的时候，手呢就是直接滑下，好，自然的滑下，扭扭扭 ，OK， 好，并退，扭扭扭，然后再来左手举起 ，three， 扭扭扭，再换右边 ，two。Three， 再来扭扭扭，好，接下来再来加踢跟勾，我们的左脚往前，好，脚背压下踢出去，好，勾回来的时候膝盖是微弯，好，把脚背收回来，同时呢还要转腰，好，然后做掐掐掐。好，左脚做完，换右脚，踢，勾，好，踢的时候脚背要下压，勾回来的时候脚背还是要下压，膝盖微弯，然后你的臀，你的重心往右边转，带回你的右脚，好，再来掐掐掐，好，再一次踢勾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讲平衡。那你的手来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已经摆在前面，好，摆在前面，让我们平衡。然后我们踢出去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肚子一定要收住。好，勾脚的时候，从你的右脚，也就是你的重心脚开始扭转，好，回来，掐掐掐，好，再下一个一样的右脚，好，踢出去，来，两手要放两边平衡哦。勾的时候是从你的重心脚，你的左脚开始扭转，勾回来，掐掐掐。好，我们重复来做，好，重复来做，踢勾掐掐掐，踢勾掐掐掐。好，那整个舞步的完整版，我们先从并退扭扭扭开始，好，并退掐掐掐，这是第一个小节 ，two， 第二个小节 ，three， 掐掐掐，好，第三个小节 ，two， three， 掐掐掐，这是第三个小节，第四个小节，从你的左脚开始踢，勾。掐掐掐，踢勾，掐掐掐，再一次踢勾，掐掐掐，踢勾，掐
恰恰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舞步呢，我们用了前面三个小节，再加上踢勾，总共有七个小节的动作。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哦，就是第一个一开始 two three four one 开始 two three， 然后就开始扭扭扭，好，再来 two three。扭扭扭，换边 ，two three， 扭扭扭，然后从左脚开始提勾，恰恰恰，提勾，恰恰恰。好，刚才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在跳舞的时候平衡很重要，当我们要踢出去的时候。好，一定要记得脚背要下压，好，不要脚背好没有下压，这样子不好看。脚背下压呢，然后呢，一定要记得把肚子收好，好踢好勾回来的时候呢，你的手要两只手平衡，然后下半部你的臀腰扭转，好，恰恰恰，这样才会平衡哦。踢勾恰恰恰，好，这要运用到的技巧。好，我们再连续的来做一次啊，从第一个小节开始并退，恰恰恰，好，开始咯，预备，开始，并退，恰恰恰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再来 ，two three four and one，two three four and one。Two, three, four, and one. 再 two, three, four,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很好，好，这个动作有稍稍有一点点复杂，我们再多练习几次哦。好，预备，开始。Two, three, four, and one, and two.Three, four,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好，如果大家熟了以后呢，好，站得稳。起一下以后哈，就可以。好，做解释的野位的动作啊，就喊了后宽哦，好，解多哦，好，总共有七个小节，好，解多哦，预备，开始 ，two three， 扭扭扭，好，奏数 ，three 扭扭扭，好，右数吹气，苗头呐，扭扭扭，好，可以四数利用在固定 ，two 调转来，恰恰恰。踢出去，调转来，加一多 ，two three， 恰恰恰 ，two three， 非常好，好，大家一听好的，没问题，也还了对的音乐来吃看呢。好，哦，大家都跳得很好，你是当天空的舞蹈，大家加油哦。